我怎么知道？他说保安往外打电话，我听着的，我就留心了。那怎么整啊？圈子里头，完了就到一个宾馆的一头，一个大铁门，敲开，在里边开开以后，呱呱呱一脚把我踹进去，踹进第一个门，一脚没踹倒我，踢我一脚，来推的，第一个门就把我一脚搞脚，一脚就把我蹬进去，我这腰都是他这么蹬的，我这么大岁数就这么瘦。这都是骨头卡他们踹嘛，骨质已经疏松了，对吧？这我已经这是不健康的人，虽然你看我没啥病吧，这骨质已经疏松状了。就是那在车上夹带着下车踹，我就觉得腰疼，当时还没觉得疼，这逐渐在活动啥的很严重了。踹进去后，他的第一个门开了，保安开开门了，他一脚把我踹，我就趴在床上了，就哈趴在床上。哎呀，这个浑身不好受，就那床顶上，他就掏我的兜，摁着就掏我的兜，就身份证啊、钱呐、啊，就是都给我掏出来了。手机都拿下来。哎，手机都掏出来。我把拎个兜子里头有材料吗？连兜子都翻，都给我拿走了，材料一份没留，就是我儿子材料，加我姑娘的材料都带领。把你抓进去以后，他这又随后给我们那娘打了电话。对，打了电话，收完我的这个东西，都拿到手了，手机钱475块钱，因为我求500块钱，今礼拜四填完表，礼拜五就回家吧，我求了500块钱的手，花了25块钱，我这人干净利索，什么玩意我都帮着整整揣的，那个公安说，哎我操，这老爷还挺有钱的呢，一招就给我划了走，还剩475块钱，475块钱。他们都拿走了，完了，这个仓子清就给谁呢？给牡丹江市信访办主任，也姓常，是个女的，打了电话，他说：“老常啊，常主任，这个老在北京填土地表，这个老宋啊，结果叫我拿下。”完了，那个常主任，他那个电话我能听。完了，那个常主任问他，他说：“在哪儿呢？拿了？”他说：“现在就在咱们定那个点上呢。”他们定这个点呢，他们联合定这个点，黑我点了呢，就是黑我点，在定那个点上呢。完，他说：“那你把电话给老宋，跟他唠两句嗑。”完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信访办常主任给你打电话，我就接过来。”他说：“老宋啊，唠上唠去，说你呢，你看我挺佩服你，你这个人很聪明，很懂道理的，也懂法，我很佩服你。你看你就是傻，你说你在北京填什么表啊？你填了表，他也不能给你解决，不还得回来解决吗？我也没说不给你解决呀。”他说的是，完了我一看，叫你捐去了。我说个远话，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远话，是吧？完了我说那常主任呢？我说那你以为我在北京填表没有用？我说那我不访了，不填行吧？哎，这回不浪上浪去了，马上好了。不防也晚了，我救不了你了，在里待着吧。操妈气的，呱我就给扔床。老常，常志清又捡起他的手机，这又给东安区法院打电话，因为我儿子案是东安区法院审的嘛。审理以后，我上诉到中院嘛，中院就维持嘛。四次开庭，我四次上诉到中院，中院就是维持，哪有四次开庭的？那不纯粹就是乱走程序嘛。但我也得配合，我没办法，他们本来就违法了的。完了，四次为四，这不中院也有份儿吗？东安区也有份儿吗？我在那填表，完了他就给东安区，完了那个林宗民接的厅长，林宗民接的，他说林宗民，林厅长，他说啊，他说你个就他儿子，你看宋兆军，他儿子那个案子，他不交委屈，他爸爸替他打，在北京，这个老头让我抓住了。林宗民还是不错，林宗民说，那现在在哪儿呢？他还是说，在咱们定那个点上呢。啊，他说那好，他说你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唠两句吧。他说话挺牛的，他说你姓宋啊？我说啊，说你叫宋和玉？我说是。他说那个你儿子这个案子，你总角度委屈是吧？我当然了，是。我说是。说那样吧，你在这待两天吧，待两天我马上过去，完了咱们协商这个事。我说好吧，这样我把电话，你把电话给老常，我就给老常。老常大老爷说的大真，我估计他分析的问题，他说这两天我就过去，你别让他跑了。完接回来以后，咱们再处理。接回来我没有好地方，就大集中营，在现在省成了一个黑窝点，
但我据听说实质我不掌握，是在齐齐哈尔滨捐了2000多，现在就捐我上门来到北京抓回去，比较严重的案子没法翻的，没法处理的，处理他们就得下台，就这样全给捐起来。他们耳声不止一次和一年了，我老想去讨点分，但我没时间，这回他把我真捐这块。结果他要我死里头，他就说了嘛，就准备把我捐那里头去。那常子清说你待着待着吧，结果国家有大米有白面供着你吃吧，你不是没钱吗，你不是困难吗，结果你待里吃吧，多吃吃多拉倒，他就这么说的。哎，他都这，我一看是坏了，掉他们手里了，因为我的案子他没法翻，翻了他们就完，他就想把我整死，整死也没人告诉他们，这不解完了，往中央一报解完了，这是他们的程序，这一贯性的，这些年就这么做，不解的冤案子不解的理由和原因不就这样的这样的格局吗，现在是不是，是咱们都明明白白，所以我就不想打我黑案，但我就填个表，我就想打个集体官司，有人呀、啊、有维权的，我好好配合，完了他们就走了，打完这两个电话他就走了，把我扔了走了，我就开始攻心战术了，几个小兵啊全是穿进军装袋里头，我就琢磨怎么办呢，这要出去要把我接走可能也不能好了，我不是教养我就是要永远拘留我了，他说嘛要死要死，我就琢磨了，我就跟着几个小保安，我就开始攻心战术了，我这个人善于说呀，哎呀我有说服力呀、啊，我就开始攻他们心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怎么来的，哎你知道他们的保安都怎么来的，不是保安，不是这个社会的保安，全是搞部队，今天来的办退伍，他们车里在外站着，你说他们消息多灵通，他们能力通天都腐败啊，他们都连成网啊，部队他们都连成网啊，所以咱们的现在社会的制度啊法律啊执行不了啊，他们也很厉害啊，中央拿内涵我，胡锦涛温家宝是很好的，此生未必知法律，没人执行啊，得指着他们，因为他们有权嘛，他们不执行就都挺着干了，都怎么来的，今天在这办退休退伍，车就在外站着，完了就接走，就说给你安排个高薪工高薪聘请，而且是政治工作，是属于政府工作，将来你们前途在望，如果你要是搞好了拉回以后呢，这都是农村来的小孩，那个退伍以后万不得在北京找工作，那乐死了对不对，而且还是政府工作，那多高兴啊，他们真有政治头脑，没有社会的一个复杂的这些事情杂件的问题，没有，他们真有政治头脑，他们就利用这样的人写来的，那屋里是十来个吧，就这几个我也想出来进去，你们那是六个屋啊，这个门啊，在这个宾馆的一头，它兼备的是六个屋，它不都是，但是一面三个屋，这一共是六个屋，都是捐赠上房的，那个方山头的门也是铁门，都改了，那原来不是铁门，都铁门，都在那卷檐门锁的，这个走廊这边也是个大铁门，对着这样锁的，中间有这么个缝，就是我进去那天的头一天，拉走了15个，就整个那个六个屋拉走15个，剩下一个老头老苗头，等我出来以后，才把他也放出来。他们六个屋吧，一个屋一个人，这就六个人吧，还有两个班长，两个头，他俩不管。这个门的钥匙呢，他们六个人轮班来换，因为啥？他们定晚上拉人，送人是白天随时抓，随时送人，都是晚上够一车了，什么情况咱不知道。我听着保安就跟我这不攻心吗？我就唠了，唠些内情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，我说什么时候他往外拉人？我一般都是半夜，所以我们就轮班把这个钥匙，一个人一宿把这个钥匙，晚上往外拉人。